郭亮，恭喜恭喜郭亮，恭喜你，郭亮。本地主持界阿哥郭亮是第七次获选为十大，恭喜！谢谢，没有准备诗，这个感谢所有替我投票的朋友。我知道有朋友没有在现场的话，这个得奖的概率是蛮低的。我想说，快乐是短暂的，幸福是永恒的。大家给我的生命当中多了快乐的这一瞬，让我确认我可以拥有幸福的一生。谢谢所有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恭喜恭喜。